How much? Kitty, oh, doggy, doggy. 你不能把它扔掉。昨天被酒店给拒了。 Oh no. Oh no. Yes. 好吧。 Yes, just jump.
是？哇塞，这么大的一块鱼啊！哇塞，鱿鱼、石斑鱼，各种各样的鱼，应有尽有。你看他还会说中文，这个鱼老板会说中文，太牛逼了。啊？这个大虾多少钱？一百七，一公斤。一百七可以砍到160-150。你觉得那边便宜还是这边便宜啊？都一样，价格、我们看到就买了吧。外面、里面价格都一样，主要看对看新鲜程度。对对对对，香茅棒。你会做吗？你俩谁会做？我不好做，别买这个。我觉得鱿鱼好吃。香茅棒这一段吃刺身，这个用来炖汤。这个是吃刺身，这个炖汤。是吗？螃蟹。螃蟹就算了吧。Wait a moment， 我们看一看吧。螃蟹。螃蟹、虾、鱼。哎，金枪鱼。这是金枪鱼啊。这是金枪鱼啊。金枪鱼，对。你看冲来。Tuna。Tuna。Tuna。OK， great。I love tuna so much. 对呀，我也很好吃。真的呀，很漂亮。是。那就把手放到那上面。哎，看后面。我都准备放瘦了吗？我看，我们把鱼都看一下，看哪家好，就在哪家买。这有螃蟹，这螃蟹可以说香辣蟹。这个太小了，螃蟹又小又。香辣蟹炒啊，放下去炒的很好吃的。你会吃吗？花蟹还可以，太大了，又它又贵，还不这种就炒了，是很好吃。都一样价格。哦，那边有龙虾，但是它龙虾也贵。Hello, we just see that. 170. How much for crab? 都一样价格。120. Yeah. One kilo. One kilo. 哇塞，这个肚子，还是那个，对吧？螃蟹吗？不，螃蟹外面是八十。Yes, one kilo. Okay.No cooking. No cooking. Okay. No cooking. No cooking. No cooking.龙虾应该是400一个啊，这边也是龙虾，三个龙虾，三份，倒回来，你们两个，加热了，要，放了你三个了，放了。水慢，不好吃，馒头都不好吃，还是那个鱼好吃，和那个虾，虾，这个虾好像好看一点，但这个虾贵。No, each bone. Each bone is this one. How about this? 190. 190, 180. This one on the ship. This how much? 190. Why is this one还高一些？就是那个小银鱼，就是那个海里面最多的那种。啊，那个一群一群的。我这潜水全在我那个头上。那个是石斑鱼。We can buy another fish. Yesterday we buy. Okay, we can buy some of these fish together. Okay.
And okay, how much are we talking? 15. 15.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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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this 1 kilo, right? Okay, okay, 1 kilo, no problem. Kilo, 1 kilo. 1 kilo, okay, yeah. Great. Okay. Thank you, man. Excuse me, camera? Camera. People here. You can see we get 1 kilo for the fish. Mm. 1 kilo for the shrimp. One piece. One piece? Only one piece. It's too big. Small one, this one. No, this small one, yes. Better one, yes. Okay, enough. 它这个是按多少斤算的？那是 OK, it's no 1 kilo. It's 930. 30. OK, 120. 今天九公斤，120。120加上30，150。这边是100，对，三杯可以。Hello, Soya. Great. 裁完以后没多少斤了，就一点点了。
好了。王哥。准备回去喽。哇，我们太好了，有这么多的美味大餐哦，我们好久没吃了，好怀念呐，小的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开心，开心，开心，我没有拍，我在拍他开汽水。没有拍你，我不会拍人的，就是拍那个什么，如果拍人的话，就这么一晃晃过去，看不什么也看不到。我不喜欢这个是他的照。哈哈哈哈，知道太多了，我跟你讲。大餐是大家旅行，喜欢跟小仙人一起玩，然后显得自己特别年轻态，就是带得很。我也很喜欢跟小鲜肉在一起。哈哈哈哈哈！录下来，然后再要不要没对，然后所以他你看他左挑这个希腊，然后右挑亚美尼亚，然后所以他整个亚细亚就被他保住了，保住了之后，然后他再一个坐下跟别人谈，对吧？我原来视力弱。我没办法，现在你看我牛逼了吧，你我一个一个过来谈，所以通过凯默尔这个人的一顿操作，他把当时只剩下小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耳其，甚至当时快要灭国的土耳其又给维持在了一个不能说是大国但是中等强国的地位吧。挺好，而且市面上有一种说法是说凯默尔这个人他并不是突厥人，他甚至也不是穆斯林，因为他的家乡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区这块地方，就是萨塞诺尼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直其实都是犹太人的聚居地，所以有种说法说他其实是犹太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无愧于土耳其的国父，因为他重塑了土耳其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救国于危难之中啊。他的功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土耳其那个领袖，对，全上那个人叫什么？凯默尔。凯默尔，可厉害。他没有信，是后来土耳其这个国家建立了之后，给他灌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姓，就是阿塔图克。但是你跟他说，他不是突厥人。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严谨，就是因为好那个时候啊，他因为没有传媒也没有官方的记录，他也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他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这么英雄，你是把他撕毁了？怎么撕毁啊？他总在当一个领袖，怎么撕毁？当时我说过，就是说这个瑟菲尔条约是在瑟菲尔这个地方签订下来，要瓜分土耳其，但是想要瓜分。的时候，这个时候青年土耳其党已经是土耳其奥斯曼历史上一支比较重要的力量了。他们当时，土耳其当时哈还有这个皇室，那青年土耳其党是在东边的位置。他们当时就说，我不承认瑟菲尔条约，我们把这个皇帝给废了，就是当时哈梅迪二世的儿子，但是当时的我们所谓的哈里发。我不承认这个朝廷，那这个朝廷签的协议是无效的，对不对？那同时的话，我另立一个政府，
然后我通过这个政府来招兵买马，对侵略者进行还击，所以我就出现了后来的这个希腊战争、亚美尼亚战争，对对对，这个然后就保全了整个亚美尼整个小亚细亚，并且他建国之后，他改革了土耳其的这个宗教法，他改革了土耳其的货币，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语言，原来现在土耳其跟当时不一样。当时的土耳其的语言其实就是现在的阿拉伯语那种样子，所以你看土耳其的古书嘛，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那些语言或者说建筑上的那些字儿，它其实都是阿拉伯语。哎，对，凯末尔这个人他把这个希腊字母给他引进进来，然后把土耳其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是个单独语系，我就当时觉得很奇怪，突然间怎么说其他国家语都没有八不沾边的，很奇怪，突然冒出一个语言。它跟欧系、阿拉伯、亚系都不一样，甚至跟那个非洲。这里面有一个点是这样子，就是突厥语本来就是一个延伸很广的语言，就是突厥系的语言，从中国的新疆一直到这边。土耳其的凯末尔他改革其实只改革发音，他并没有把原来的这些语言全部一通全改掉，对，他就把拼法改了，也就导致了。也就导致原来的这些讲突厥语的国家，他想学这个突厥语是非常简单的，非常非常简单，有的甚至不用学，包括像土库曼人，不用学他也能懂。塞浪，塞浪就是一样，不一样，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塞浪不是突厥语，塞浪是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其实塞浪最早是波斯语，波斯语影响了阿拉伯语。然后阿拉伯文化又比波斯语要啰嗦，所以他们把这个萨浪又变成了阿斯拉马里控。所以为什么突厥语里面有萨浪就是这个？萨浪是突厥语，萨浪是突厥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他们还有别的打招呼方式，比如说马拉巴，因为他这些都是属于，因为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时间很，是突厥语还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就是他也是阿拉伯语，也是。因为我说过，就是突厥人他是一支蛮族，他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欧洲的什么哥特人一样，他是从高原上，就是他出现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土库曼斯坦这一带，他出现在河中地区一带的一支游牧民族，然后他们是趁当时的波斯跟拜占庭。以及后来的阿拉伯跟拜占庭互相征伐这几百年，他们需要大量的士兵和奴隶，而突厥人是以雇佣兵和奴隶的方式加入了波斯和阿拉伯以及拜占庭，然后慢慢他在这个军队中做大了之后，有威望了之后，甚至趁当时的阿拉伯帝国虚弱的时候，就把这个哈里发就是他们的皇帝给架空了，架空之后，然后慢慢他势力就做大之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是形成了自己的几个王朝，然后通，比如说，当时控制伊朗的这个，当时控制伊朗的这个也是突厥人建立的王朝，包括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也是有突厥血统，所以他们突厥人越做越大之后，他们就从亚细亚小亚细亚往左边进攻，就是当时。拜占庭不是走下坡路嘛，就我就把你一锅端了，说白了通过这个一百多年战争把拜占庭一锅端了，然后从此之后奥斯曼就越做越大，奥斯曼的名字是因为他的第一个建立者就是那个爷爷，他的名字叫奥斯曼，后来他们就以这个奥斯曼命名了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名字叫奥斯曼帝国，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俄罗斯他娶了索菲亚，他自认为他是这个东正教的传统，他自认为他是东罗马的遗珠，但是奥斯曼呢他占有了君士坦丁，他也认为他是纯统的，他也认为他是东罗马的继承人，所以这两方矛盾就来了，就是说都认为自己是东罗马的继承人。我在录影别录了，我操了。所以为什么俄土之间200年要打了12次战争，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在这里。表面上我是要抢港口，但是实际上谁都不服谁，因为各自都认为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这个很说嘛，对吧？所以打了12年，不是12年，是12次，12次。这个泳池比那个好，很轻啊，可以水下拍啊。我明天还会再来。
Hello. 你好。你好。哇，还可以。到那边去吧。那海滩，这里的海滩比昨天的海滩要好看很多，至少是人工砌出来的。
脚不疼吗？不要跳哦，跳了就不好看了。要站修长一点，腿要站直。对对对对，就这样。非常好。阳光都下去了，对呀，没事，还是可以拍到的。要不然你就不要走，明天再继续来拍。明天你也来穿比基尼来拍。哪里？说。哪里拍？在那边，刚才那个地方。那最好你把鞋脱在这里，要光脚站那里。啊，是真的，好疼啊！没事没事，等一下我给你递过来。哇，不错不错，剪影很好。对，放松，很自然的放松。那个手不要超过头，就先这两手往前走就可以了。你的头发可以用头来甩，可以，对，用头甩，对，用头甩，不要用手拨。你的双腿也要并拢，双腿并拢，对，面朝那边。斜方向，对，那个地方，对，我拍你侧影，对对对，就这样子。对，没关系，你有你的姿势，你的脚过来一点，对对对，这样我就拍一条线，再过来一点点，再转换，对对，向我，对对对对，这样这样，并拢并拢，对对对 ，OK， 哇，太好了，头扬起来。对对对对，太好了，然后甩一下头，对，就这样，因为要飘，头发要飘起来，你不甩的话头发飘不起来，对，我要你头发飘起来，对，你甩头，你看头发能飘起来吗？甩一下那头发会飘起来，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我要抓拍，我喊一下一二三，你甩一下啊，一二三甩 ，OK， 再来一次，来一二三甩，再来一次，一二三甩 ，OK， 头要扬起来，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应该找一块的。对呀、啊，但是有很多的话就不找。对，不找，尤其是在卢沟索那边。我打那个车到那个什么 King Valley， 他收我40，专车一样，就这辆车。你记得那个鱼市，它是留两个高高的哈，它两个高高的，我们在那儿下就可以了。我们当时走的时候，直接把钥匙就放在门上就走。去土耳其的，我坐车带你走那个土耳其沿地中海的那个爱琴海那条路，哇，好漂亮！这边就是淡海，蓝蓝的，这边是悬崖峭壁，晒得好白哦，晒得好黑，晒得白。外国人很喜欢晒，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黑色素。啊，亚洲人不会吧？会想晒得健康。亚洲人不会吧？亚洲人大部分也晒个黑啊。我们缺少黑色素吗？他们不缺，他们缺晒黑，他们只晒红哈。嗯，像刚才那个都发红。这也是 DNA 的问题吧？应该是。但是外国人，他们欧美人的皮肤普遍不好，麻麻点点的，你知道吗？对。雀斑很多。那你接触的那些呢？对，我就是告诉你，我有体验才知道。他们的皮肤摸起来不舒服，疙疙瘩瘩的是吧？而且毛好长。但是这个。埃及人，非洲人的皮肤是最好的，然后才是黄的。对，有些黑人的皮肤摸起来就像那个丝绸。你没有接触过黑人吗？有啊，摸过啊。应该也有过黑人女朋友。没有，在埃及啊，我刚来在夏布沙伊克，我就跟他在夜总会，我抱着他亲嘛。哦，他是黑人的血。他是黑人啊，他是埃及人啊。他皮肤怎么样？很好啊，嘴唇特小。像桌说什么样桌一样的桌，这是海吗？对。我在印度、斯里兰卡我没有接触过，只是到这边才接触过。Моск. Мос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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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ос
看天亮到他。下来就没事了吧？我上次来太晚了，没怎么好好拍。我就只能拿这个当手机了。下次游泳的时候把那个套在里面。你去达尔普最好再准备一件黑色的比基尼，我跟你讲最好的。你看在埃及或哪里能买到吗？我想这边要拍一张，我这可以拍那个广角的。就他那个女的站那个位置，他可以拍到全景。去买一去，买完就赶紧回去。
们去看其他地方看看好吗？他不说前面还有吗？其他的地方还有卖鱼的吗？啊？直接去那家吧，我们这次第二次买他回来给我们便宜的。买了就走。Perfect.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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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go大家鱿鱼卖完了 ，Last time, perfect. Good. 那么多少只？有花猴。就是这种，哎，好吃。我们刚才买这个吧，不买鱿鱼了吧？这个怎么卖？这个便宜，比鱿鱼便宜啊。对啊，怎么卖呀？这个我可以炒来吃，买点姜。我们到这路过家乐福买点姜。这个特别好下饭，特别好下饭。那里没有姜吗？就在那里买一点，还炒家乐福下面。Sir, hey, hello. 这个比那个鱼便宜。没事 ，How much? How much? 多少 ？One kilo. $1. One kilo for dollar. How much each bone? Each bone. 十五乘四磅，算一下，60。好贵呀、哦。十五乘四。反正最多20块。16。好贵呀、哦。你要喊多少钱？40。对啊 40。 那我不要买那么多嘛，干嘛买一斤？对，你要记住啊，15啊，一美金是15，然后他说4美金就乘以4，60。对，那他不来了，我靠，他是不是躲我们？你们都没有了，就大家最好的。哎，往那边走。慢点。这一看就是冰冻的，谁买？应该都是。How much? How much is that font? Sorry? It's 250 font. 150. 哦。就他家的最好。你看这个都卖完了，啊 ，no good， 就他家最好，没别的，看怎么看都是，这个啊，这个贵啊，贵呀，啊也不行 ，how much？ 我没有那边的好，好像，嗯，这个好，但是这个贵 ，200 pounds， 什么感觉 ？This， 哦。都是60，喊50吧，50就买了。可以，不要看了，就过去吧，直接过去买了走了，没时间了。好。Over there. No, it's not good. No, not good. Okay, 50. Good. Good. Yes. 我五十要了，我没时间给他砍了。对呀，那个什么，他虾到了再来呗，他还在，他现在忙完了吧？哎呀，还在忙。One kilo.哇，那么多啊，吃得完吗？这个这个可以当饭吃。买了就走，买了就走，这样子走。
等等啊。What? Why? Why? Yes? Oh, okay. 安吉手。One kilo 吗？这是一斤吗？对。中间。好少的感觉。One kilo? No, you must add. 安吉手，刚才在多少钱一样？So. And one kilo shrimp. Shrimps? Yes. Yesterday. Last time we bought, you know, you remember me? Three people last time. We bought this and the juice. Sure. 160.他一百八了，我靠！你给多少？你给多少？没有什么。Yesterday seven. 给我一百三。Yesterday we buy this. Yesterday. Last time. No. We bought it. No. 你要买一公斤吗？还是买半斤？上次我们那么多人才吃的，对吧 ？OK, half kilo. 没时间给他耗了。五十加多少？加八十五，对吧？八十五。这多点，多拿点吗？我们买一百吧。OK, more, it's okay, more. $170. 再加点吗？刚好170。啊？多吃点吧。I bought 200. Okay, 150. 一百五，我只能够买一个那个，是不是？你再加点那个什么？150再加上那个还是可以。买姜在哪里买？这里有没有？哦，对，我上次买了一点。我们有洋葱了哈、啊。哦，洋葱也不炒那个，我们是那个姜就行。Ginger。No ginger? No. Today why no ginger? 他这边没有 ginger, 我在外面看一下吧。蒜没有了，蒜有吗？你要不吃青菜？少了。对啊，走吧。简单的，就炒了吃。对，炒了就吃走了，也不要做米饭了。米饭也可以。我根本就不吃米饭。我可以做点面条然后吃的。和的那个汤吃很好吃。那到哪里去买姜？金姜啊？不过他那边有一点姜，只有一点点。是吗？在那个冰箱里面，如果没有。凑合着用吗？可以凑合用，但是有点软了，发软。应该没有了。没有姜没蒜，我们放蒜吧。没有，你要胡椒粉干嘛？胡椒粉也好吃。没有，就这样轻转轻啄吧。哦，酱油也没有了。全都没。他们拿走了。那个蚝油吗？哦，蚝油可以吗？对呀、啊，我都不用酱油，我只用蚝油。它有生抽，哎，
它有生抽，但生抽颜色太重了，你知道吗？你不是不喜欢吗？我可以放一点，然后放蚝油就行了，还用什么酱油啊？对吧？对，走走吧，回去吧，不买了。也许哎，这边有，看看吧。啊，对，在这看一下。没有，他这不是。我们在我们附近小店看一下。小店应该有吗？没有了。你帮我提交，把那五块钱拿出来。是在这里等吧。可以这样回去的，十块钱来回。八块钱吧，还有两块钱，零钱。你还要打的？不打的。你刚才要打的。你现在几点？看一下几点。七点。啊？半点。六点半，啊？可以回去七点，我们坐差不多八九点，可以啊，一个小时够了，够吃的。我们路上要看到菜市场，我们刚下来一下。这一路上哪有菜市场？我们楼下有。菜市场都没了，就在楼下看一下，那个超市根本就没有。坐前面吗？不知道这是不是啊？Careful, careful. OK. 干嘛是去家乐福啊？没有，就方向是家乐福。我到时不下就完了吗？过去然后在那个圆盘那边转过去，我们在圆盘那边下，
Evet. Bir de orada bastım. Bir de orada mı? مش عارف انا والله.